如果拍 vlog 可以这样有趣，你是不是也想试试？大家好，我是风光喵。我们的旅拍新片头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？饮食 INSA 360X4，一个让你旅行 vlog 加倍有趣好玩，也加倍有创意的全景运流相机。怎么拍出旅拍运镜大片感？如何用它创作出一支极具创意独特的 vlog？ 现场拍摄，手把手教程，新品使用感受分享，3499元的价格是否值得你入手？这期视频我将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，老规矩，点赞、转发、关注，三连一波吧。首先，先上干货，你可以把它们灵活运用到你的旅行 vlog 里面。那些普通相机或是手机做不到的好玩酷炫的画面，它都可以来帮你完成，让你的旅行加倍的好玩。全景相机最大亮点之一，小行星视角。首先，你需要一根3米加长杆，普通自拍杆也是可以操作的，但是3米延长杆可以带来更加震撼的效果。选择360度全景拍摄，选择8K30帧，不要停留在原地不动，适当的原地转动自拍杆，就可以让那个画面更加动态。想要达到这种绕着星球跑的效果，你需要把相机架在正中间，然后绕着相机跑一个圈，这样就能够获得绕着星球外围跑圈的效果。再搞笑有趣一点，如果想要拍摄大脚模式，把相机倒立，围着相机转圈圈，跳跳踩踩就可以了。让矮人秒变搞笑艺人的工具，把相机靠近自己俯拍，可以获得一个超有意思的开场或是 ending 结尾画面。当然，搞笑视频不可错过的车力巨人跑酷效果，你也值得拥有。这是饮食一直让我觉得非常有趣，也非常适合旅拍视频的效果。操作起来呢也很简单，你需要搭配这个子弹时间转场的配件，连接上 X4 之后，使用子弹时间拍摄模式，在不同的场景举高去甩动转圈就好了。它会使用180帧慢动作来进行拍摄，利用旋转变成不同场景下的转场画面。拍摄上其实只要甩动的人每次转动的时候手速够稳，边上的朋友可以站在不同的场景做一些相似的，同时身体幅度较大的动作，比如说跳跃啊、挥手啊之类的，去表达这种子弹时间的效果。后期只需要把这些场景下的画面拼接，画面衔接处做一个曲线变速衔接就可以了。在城市旅拍中很酷炫的一个穿越时空移动延时的效果，同样你需要一个延长杆，拍摄效果会更好。推荐使用普通360度全景模式，8K30帧进行拍摄。前期只需要稳步前行，穿梭大桥、城市建筑，在城市里面行走。那后期我们对画面进行加速，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关键帧追踪，也可以选择深度追踪功能，框选出想要追踪的建筑物，把几段画面拼接出来，就可以获得城市穿梭移动延时的效果。如果你所到达的景点不可以使用无人机，比如说城市里面、国家公园里面、渡轮上，它不仅仅可以帮助你获得无人机视角的拍摄效果，也可以在后期婉转一些运镜效果。比如说人多的地方，城市里面拍摄航拍效果，或者你一个人出门旅行的时候想要拍摄跟拍效果，很简单，手持自拍杆或者延长杆往前走就行。骑自行车或者划船都可以使用，当然你也会获得很多的回头率。想要获得这样带有穿越机感觉的拍摄效果，前期拍摄会稍微需要下一点功夫。比如说这里我们使用这个亭子的杆子来进行人物跟随穿越效果，因为是全景拍摄，后期可以自行发挥，使用关键帧切换镜头方向到人物，再进行一个运镜变化。现在我们来聊一聊饮食 INSA 360X4。 作为一台 8K 全景相机，使用场景是否全面，续航能否满足户外需求，画质是否真的能打，以及你是否真的需要它。相比 X3， 新一代的 X4 在画质上有了提升， 8K30帧、 5.7K60帧、 4K100帧的全景视频参数选择，让我们在应对不同场景的拍摄中都能够更加的游刃有余。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它的纸面参数听着很猛，但实际你后期所用到的画面不可能达到这么高，尤其是对于一台全景相机来说。
抛开参数，因为我手上没有 X3， 所以我们实际对比了 1S 英寸全景的画质和新一代的 X4， 大家可以自行判断。那平时我们在拍摄城市移动岩石、小行星这些画面的时候，采用的都是 8K 进行拍摄，拥有更清晰画质的同时，在后期进行剪辑、放大、变焦处理的时候，不会损失太多的画质。5.7K 60帧，我们通常会在运动场景下去使用，比如说骑车、滑皮划艇，让后期慢动作处理呢会更加的舒服，剪辑空间呢也足够。4K 100帧的慢动作镜头，相比 X3 只有 3K 而言有了提升，在拍摄高速运动的场景下，慢放镜头效果会更有感觉。同时我们也能看到，在高光比的情况下，画质确实也能扛，能看得出来 X4 在画质上相比上一代确实下足了功夫去进行改善和提升。在拍摄视角上，我们能看到它多了一个自然广角的选择，拍摄出来的画面会适当的减少画面边缘畸变，很大程度上规避了运动相机、全景相机畸变的问题，呈现效果上会更好，也很推荐日常拍摄大家去选择这个视角进行拍摄。而它除了是一台全景相机，其实也可以是一台普通的运动相机。相比于 X3 4K 30帧的拍摄规格， X4 拥有了 4K 60帧的单镜头模式，也就是说你出门其实可以只带这一台机子，是无人机，也是全景创意相机，又是普通的运动相机，还算是一举多得，也扩大了我们日常拍摄的场景需求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单镜头拍摄模式无法在拍摄中去切换前后画面，需要你关掉点击转换镜头再点击拍摄，这个操作在实际拍摄中就有那么一点点难受。但是其实作为拥有双镜头的全景相机，它完全是可以实现拍摄中一键转换镜头的拍摄方式的。当然这仅仅代表我个人在拍 vlog 时候的一个感受和建议，有同样感受的朋友可以在弹幕里面打个一。那它在单镜头模式下，你也一样可以获得隐形自拍杆效果，你只需要选择跟拍模式就可以了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前期拍摄一时爽，后期拍摄……但是这次的快剪功能让我在后期剪辑过程中感受到了真正的方便，你只需要转动手机、滑动屏幕就可以很轻松地切换你想要拍摄的角度进行剪辑，操作立即保存粗片，非常非常的方便。当然 APP 里面有很多创意的模板去教你怎么用好这台相机，基本上你只要跟着它一步步操作，就能完成很多很多很有趣的效果。那对于想要通过后期来制作一些转场，或者说想要自由创作度更高的朋友，就可以像我们一样去使用电脑端进行剪辑，那你就需要下载一个 Insta360 Studio。 如果你也是使用 PR 剪辑的，记得在安装 Insta360 Studio 的时候勾选 PR 插件，这样就可以直接在 Premiere Pro 里面进行全景视频的剪辑，相当于是简化了剪辑流程，非常方便，也没有导入导出损伤画质的问题出现。另外我觉得很值得提的是， X4 在连接电脑后呢，你会发现只需要一个 INSV 一个文件就可以直接剪辑了，要给工程师们大写的一个赞。运动相机最让我们担心的事情是续航，全景相机最让我们忧心的事情是脆弱的镜头。 X4 在这两点上都交出了答卷，至于最终的评分嘛，大家可以自己看。在实际外拍使用中，我还是建议大家至少多带一块电池，因为户外旅拍其实有的时候会持续一整天，对于户外摄影来说，多一块电池多买一份安心。另外我觉得很有必要提一下的是这个可拆卸钢化玻璃的保护镜，全景相机的脆弱性让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总是会担心镜头会坏，那全新的这个高级保护镜在保持画面拍摄清晰的同时，还坚硬耐用更持久，让我们可以更加安心的拍摄。但是因为它是高级保护镜，所以要钱。总结来说，新一代的 X 在画质、续航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，后期剪辑中的快剪功能和 PR 插件都能很大程度上的帮助后期工作者。但是它是否适合你，我觉得需要大家自己去衡量一下。如果你想要购买一台全景运动相机，我会非常非常推荐 X， 它确实是一台不可多得、功能和画质兼具的全景运动相机。如果你只是想要一台普通的运动相机，市面上的选择其实会更多。这次的影石 Insta360X 呢，我可以很诚恳地说，它让我感受到了旅行本身的意义。我认为全景运动相机的出现带给我最大的意义是，你不再只是一名拍摄者、一名摄影师，你也是一个参与者。
在旅行中我可以尽可能自如地去享受旅行本身，把构图运镜留给后期，会少了很多焦虑。我记得《白日梦想家》里面有一段非常有名的片段。 When are you gonna take it?Sometimes I don't. If I like a moment, I mean me, personally, I don't like to have the distraction of the camera. 我们在旅行中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时刻，那如果这一刻你不用放下相机，但是又可以很好的享受当下，为什么不呢？